将想象变成影像，需要投入时间与精力，更需要专业设备的支持。DJI RS 3 Pro 强悍登场，它不只是旗舰级手持云台，更是全能型摄影机拓展平台，凝聚领先技术，为专业创作而来。通过优化云台设计 ，RS 3 Pro 为单人创作者带来更加灵活快捷的操控体验。得益于全新自动轴锁 ，RS 3 Pro 仅需两秒即可投入拍摄。云台承重高达 4.5 千克，浑厚动力足以驾驭各类拍摄场景。1.8 英寸 OLED 触控彩屏可直达各类云台设置。拨动云台模式切换开关，可快速完成云台调整。蓝牙快门让开拍更加方便可靠，且支持无感自动连接，从此摆脱快门线束缚。为 RS 系列量身定制的 LiDAR 焦点测距器，可投射出43200个测距点，探测距离远达14米。新一代跟焦电机采用全新安装方式，更提升三倍力矩，噪音对比前代降低 50%。LiDAR 测距器配合跟焦电机使用时，手动电影镜头也能实现自动跟焦，并支持两种对焦模式。新一代智能跟随 Pro 可通过内置摄像头读取图像信息，并在触控彩屏显示拍摄画面，更低的画面延时可大幅提升跟随速度。借助如影 4D 同款自研芯片，智能跟随 Pro 算力可提升60倍。在团队拍摄中， RS 3 Pro 具备强大实力和出色拓展性能。加长轴臂采用和如影2相同的全包覆异形碳纤维工艺，并配备俯仰轴微调旋钮，搭载专业电影机和镜头也能实现精准调频。全新 RS 第三代增稳算法可提升 20% 云台增稳性能。启动超级增稳模式后，即使在剧烈运动场景或长焦焦段下拍摄，也能保持画面稳定。 RS 3 Pro 可与最新大疆图传 DJI Transmission 组合，实现电影级协同拍摄方案。图传发射器可安装至云台底部，并直接由云台供电，无需额外安装电池。图传高亮监视器搭配如影 4D 控制手柄，可精准控制云台与相机焦点，实现接收、监看、控制一体化拍摄体验，团队协同更加高效。最新 O3 Pro 图传技术支持6公里超远、超低延时的 1080p 60帧图像传输，并在 2.4 与 5.8GHz 基础上新增 DFS 频段，三类频段可实现无感自动跳频，抗干扰性能更加出众。 RS 3 Pro 配备多种拓展接口与供电接口，能接入丰富的专业载具，并可外接 V 口电池，灵活应对各类拍摄需求。高亮监视器内置陀螺仪传感器，可作为体感控制器遥控 RS 3 Pro 云台。在镜像控制模式下，高亮监视器还能远程调节索尼相机菜单，各项设置均触手可得。凝练如影系列强悍基因，进阶全能型摄影机拓展平台，蓄力打造上乘之作。 DJI RS 3 Pro 高能集结，满载而来。